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Alderman， 欢迎来到这个中土世界战争之影啊，差点讲到摩多是一代，呵呵，啊，而且觉得奇怪，老头怎么会，怎么会跑过来录影的？不是在直播吗？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呢，老头呢不想要错过这个游戏啊，然后又想要玩给大家看。但是呢，由于时间实在太少了，我还有其他游戏要玩，没有时间玩，没有时间去直播这一款，因为它开放式地图嘛，它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其实很耗时的啊，所以说老头决定呢用录影的方式从头开始，等于说我的记录档要砍掉，里面获得的东西全部都消失啊，非常的痛心。不过也还好，主线任务没有过到很后面，我还可以接受啊。那之后呢，收集道具的过程啊，以及私底下练等的这些东西不会录影在上面。直接都是主线任务的画面，好不好？我不知道这样各位会不会接受啦。那各位应该觉得奇怪，老头会不会到后面，某些要素没有拿到？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反正就是主线任务过一过，让那个故事歌流畅就好。私底下基本上不是收集道具啊，就是解技能任务之类就没啦，对不对？然后之后可能老头可能会有观众认为说奇怪，老头主线第一个任务刚解完。第二个任务怎么感觉好像神装了哦？这不要觉得惊讶，因为呢，老头会在任务结束之后呢，关掉录影去收集其他道具啊、哦，因为毕竟开放式地图嘛，你很多东西要做啊，所以说等到这些东西这一张地图都做完之后，我才会进行到下一个主线任务哦。所以说，应该是这样子啊，这个这样子的体验，应该对你们观众们来说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吧。我可以试试看啦、啊、因为太多很多最近太多游戏都是开放式的，导致我每次直播要搞这些东西都要搞超久的。也不是说这样子不好，因为毕竟如果开直播可以让你们觉得会有参与感嘛，对不对？可是就是真的太多游戏要做，像是最近快要出的那个起源啊，刺客教条起源也是开放式的，你知道这样子到底要多少开放式要耗多久，你知道吗？其实是蛮累的。好吧，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哈，我们直接开始新的游戏啊，我们要痛彻心扉啊，直接把前面的游戏砍掉了啊，我们的记录档就这样要消失了，装备要重刷。好，没关系，我们就用录影的方式，其实这样子也好啦啊，我就不用因为担心说啊，我想直播那个，但是这个游戏卡住，必须要直播才可以玩完，我觉得很浪费时间。这个用录影的也不错嘛，对不对？啊，也可以享受高画质嘛，因为毕竟你用直播的，你的画面还是会被上传给压缩掉，所以说我觉得直播录影是不错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剧情。啊，我曾有一个家 ，a wife， 一位妻子。This is beautiful。啊，还有一个儿子。I buried them along with everyone I even knew。哦，就遭到背叛，我知道。一代他是遭到那个索伦的背叛，所以他现在展开复仇，他要复仇啦，他遭到索伦背叛，然后光明领主就是这个灵魂精灵，他也为了要打倒索伦，所以说两个携手合作，有没有？两个携手合作到了这里。啊、哦，帮他打造了戒指。最了不起的工匠，然后结果也被索伦欺骗了。哇！哎呦呀！I should have died with my family. I thought you wanted revenge.好，我以为你想复仇。打败轮回就是击败索伦，属于新至尊魔戒的时代开始了，是不是？吸不吸序章？新至尊魔戒啊，反正呢，他们两个的目标应该都是相同的啦，都是要打败索伦，所以才聚在一起。啊，人类的世界正将终结。哇！ I have seen it. 我看见了。I have felt it. 预言就对了。预言家。
in the fires of Mount Doom. A ranger and a wraith. 游侠和死灵结下死亡者之约，打造出唯一能够挑战黑暗魔君的东西。哦，后来他们又打造一颗魔戒啊、哦，叫做全人之戒。And even the strongest bonds can be broken. The future I have seen cannot come to pass. 被抓走了。Celebrimbor， 我们打造了全能之戒之后就被一个抓走了。How do you answer？ 死亡再次召唤你。哦，因为他的那个光明领主，他的光明领主被带走了，然后他现在开始又产生死亡的幻觉。他要接近死亡了。Talion, this is beautiful. Where did you find it? Oh, I still have a few friends left in Gondor. What's wrong, my love? The past is the past. Nothing can be changed. 亡灵的妻子。Let's leave this place. We can go. 别马上走了。What it is? No.No， 离开了。啊！哦，戒指在呼唤他。我要得到永生。呀！哇！戒指真的那么强吗？I call to you. 我召唤你。Wraith! Where are you?反正就是有一个预言家预言到这个世界会遭到崩塌之类的，就是他们两个，然后他故意把这个精灵妖精给带走，啊，光明领主带走，然后用这种诱导的方式把他给吸引过来。好啦，我随便乱讲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依照我自己的逻辑去想的啊，有错不要揍我啊，你们可以自己去看攻略查剧情啊，我只是依照我现在所看到的讲干话而已啊，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找他就对了啦，有没有看见啊？戒指在呼唤我，会说话的戒指。好，接下来应该是我的回合了。哎，我的回合了。寻找这个凯勒布里鹏。基本上呢，老头前面都已经差不多玩过了啦。啊，所以说老头就很快速的，就是把这个剧情给带过哈。总而言之呢，现在就是我们要去救那个光明领主哦，赶快去救他。好，我们快速的把这个部分给带过去。啊，我们只要经过这个黄色的黄点呢，任务就应该可以开始进行了。啊，我们现在快速的通过一下这个绿色、这个黄色的黄点。呀，来吧，抓，耶、yeah ，是不是很强啊？来呀、啊！单挑，害怕是吧？知道我的很粗了，对不对？哎，受惊了，受惊了，抱歉让你受惊了。快点，我们赶快走。游侠，又还有蜘蛛，恶心。我先不要理蜘蛛，我先赶快走。我们到了，呀。你在哪里？我要来救你啦！还破音了吗？帅哦！蜘蛛窟啊，顺便跟你们讲，这个新出来的这个抓他的这个人是一只蜘蛛精啊，他叫做斯罗啊，然后长得超正的。快点放了他！啊，蜘蛛出现了、哦，更好的筹码来交换。
他的原型超恶心的啊，但是他变成人的时候 ，Oh my god， 天菜阿斯，他有回应呢。Turn him to me now. Now.他手一捏，你就通通就暴毙，准备暴毙吧。You are brave for a man. 想干嘛？想上我吗 ？But it is not your sword that will save him. 不足以拯救他。How much are you willing to sacrifice? To suffer. To suffer. I have given up everything. 他跟我做交换。Everything. 你还没有放弃所有的东西。什么意思？哪里搞？我们打造了至尊魔戒吗 ？You would give me the ring for the ring, and find myself beside him in your web. I am Shiloh. I am Shiloh. Only in truth. 为什么你是失罗就绝对说话算话呢？我不理解。看来知道，也看来知道交给他了，也只能交给他了。你这么想要拿去啦？我们可以自己再做一个。哇，其实这还蛮美的、欸。如果官方有在做，我可能我想要买一个。哎、欸，怎么卡住了？突然卡了是怎样？刚刚那边突然掉帧数，超屌的。Must mean something to you. Go to your puppet before he dies. 被他带上了。我可以呼吸了啊！人生还是也美好的。Doomed us, Talion. Her power was vast before.他的力量原本很强大。哇，所以说没有了戒指，我们的男主就快挂了。哦，没有啦，附身回去就恢复正常了啦。来吧，把戒指拿来。啊，完了，他已经如虎添翼了。打不赢。哇，大腿好漂亮啊！The ring is lost. So look to Minas Ethel and the Dark Lord's armies that surround it. Look to the Palantir. Sauron will not stop until all of Middle Earth is dominated. 他到底是帮我们的，还是害我们啊 ？The Palantir must be protected. 必须保护。帕兰特，这是他的预言吗？哦，他好像在传达，就是之后会发生的事情给他，然后他就消失了。那你哥，干嘛要打架你？米纳斯，世界是不是真的？哦、他真的是传达那个预言的讯息给他、欸，然后他现在就是要为了避免这个预言真的发生，会哦什么类似灾难之类的。现在这个男主角呢，想要去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又如同斯罗所说的啊、哦，会发生这些变化这样子。哦，感觉还蛮布利亚神奇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赶到那个城镇了嘛？了得。好，我们直接来到第一幕，米纳斯伊希尔之围。米纳斯伊希尔之围。噔噔噔噔噔。哇，一堆半兽人攻进来，超屌。The spider showed us the truth. 是真的呢，哇，真的被攻打了。刚夺在摩多最后一座堡垒。啊，哇，
打仗了，哦，被炸飞了，有没有？哇，这是战争，来吧！我已经摩拳擦掌了。中土世界战争之影 ，Shadow of War。啊，来喽 ！The plan here is our concern. 准备开战。We must seize it before it falls into Sauron's hands. With it, his armies will be unstoppable. The fate of the city matters not.I will not let them be slaughtered like my brothers at the Black Gate. 啊，要避免这些事情发生。We need to do something. Taking out the captain should buy the Gondorian some time. And they could lead us to the Palantir. We must find a worm and make him talk. 按住空白。Yeah. Jump. 哦，审视内奸。就是你了。按一不是吗？有。Who leads the search for the Palantir？ 谁负责 Palantir？ 啊，这个大概都知道，反正就是类似就是叫他告诉我这些兽人的情报哈，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他们的弱点进行击杀。啊，像他这个弱点就是有这个逆中晕眩，啊，稍遭到逆中攻击他们就会头晕。每一个兽人都有他们的一些。不同的能力之类的、啊、有好有坏，相对的啦，好的越多越难打啦，坏的越多就越好打啦，就是这样子啊，能力都一等级不定这样子，来先把我们全部杀光，我们一样也是寻找半兽人的踪迹啊，按下 B 键是可以变成灵魂透视一下，我们直接到那个黄点的。Go go go！ 带他？带什么东西？快点快点快！为什么跳不起来？哎呀，跳起来了！快点快点！嗯，这边怎么有一个？哦，那不是人哦，我以为是人，我以为是兽人。有老鼠，喵气 ！Manfred，Manfred， I thought he was dead。我以为他死了。他们三个好好笑哦，嘿嘿，感觉像三兄弟一样。啊，按住右键，这个我会。Jump。我驾，嫩的，好，继续。It doesn't look good for the Gondorians. We have to help. The Palantir is a powerful artifact. 调查一下。To possess it, we could turn the tide. 他们的踪迹，我们跟着这个踪迹走吧。然后这个墙壁上这个是可以拿来当箭使用，补充箭矢的东西的那个的功能就对了。好，这个有教学，直接把它射爆。好，你就会看见他们快乐的飞起来。我要用力飞，不管有多远，超越了极限，挑战了冒险。啊，就像用力飞，有没有？飞飞，我想飞，飞飞飞飞飞飞，我好飞，我好飞，酷酷哦。到了。The Wraith World will reveal. 搜寻队长，队长会在哪里呢？按下 Kiss， 看到了。啊，这是我们刚刚搜寻的那一个队长嘛？我们有收集到他的情报嘛？他逆中攻击会晕眩，然后呢，他很容易处决，所以说呢，我们直接不用跟他硬上哈，我们用处决剂就可以把他打掉了。啊，处决剂也要是能量调满才行啊，这之后再讲。啊，他现在是职业特性，他现在对箭矢免疫，所以说你用弓箭射他没屁用，啊，绝对没屁用。火焰免疫、毒素免疫、野兽免疫，这些免疫打他都没用。啊，然后他的职业是指挥官，大概就是这样子。来吧，所以说我们对他射弓箭是没屁用的，我们只能设法呢，处决他，啊，
不过我们好像没有处决机还没满的样子，没关系。Alright, form up. 哦，原来在那里啊。Your mission is to secure the Seeing Stone. Kill Seeing Stone. It's round and it's ours.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哇，那些兽人跟眼托啊，根本就没看到我啊。Hello， 我在这里哦。Yeah， 插死你！啊，他晕眩，他晕眩了，他应该会晕眩。哎呦呀，胡拉暴君！来呀、啊！这里才是你的葬身之地呢！去死吧！笑嘞！哎呦呀！攻击砍砍爆你！不干的！哟，出来帮忙了！刚夺士兵！哎，把我弄倒了！空白键！不假不假！不假不假！要死了吧！呀、yeah, ！哇，直接撞墙哎、欸！哈哈，弄别呢？啊，拿到掉装备了，太好了，吸收一下。Yes， 我们按 B 一下，好看一下装备。啊，像他这个游戏有装备系统哦，超棒的，每一个位阶都有装备系统啊。像我现在装备就等级二这个洛汉剑啊，攻击32，装一下 ，Go Go Go。噔噔噔噔。Why are you out here alone? 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 ？My raiding party was trapped in the lower city overnight. How many of you were there? Not enough. 人手不够。Innisethal still stands. 我们还有救。We're about to lose the middle city, Ranger. They'll be closing the gate if they haven't already. We need to get up there as fast as we can.I'll be right behind you. 我们必须要守住最后一个堡垒。等等 ，What is your name? 可以给我你的 line 吗 ？Idril. 不可以，伊追尔。Don't fall behind, Talion. 塔里安。We've lost enough men today. 萨巴，哇，是妹子哎，妹子我来啦，一定要追到你。杀出一条血路。Let's move. Let's move. 消灭区域内的敌人。好的 ，OK，OK， 可以，可以，可以啦，可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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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打屁打！打屁打！打屁打！啊，抱歉打到你了，呵呵，自己人。啊，跟随他。Stand die 在哪里啊？这边。Come on！ Sauron's 跟斯罗的预言视野一样。斯罗果然是来帮我们的，他告知我们这边被攻打了。不假，不假，我有顺那么远哦，要死我！好，继续追，继续追，我们走。哎、欸，那个兽人在跑、欸，哎。拜照哦，稍微把你们射死一下。好哦，快撤退，冲啊！全部人都在抢后奶茶，不用讲了，我是第一名。那这个妹子为了后奶茶，开启了她吃奶的力量。不行，第一瓶后奶茶是我的。啊！哇，这个被射好，直接射躺在地上哎、欸！啊，门要关了，门要关了。Costco 快关门了，快去抢后奶茶！
啊，我的厚奶茶，我好想喝啊！啊，不对，我不是好想喝，我只想要打卡上传而已啊！我这样子比较吵。啊，打卡上传厚奶茶，跟风，我就是世界潮流的尖端的那个什么时尚人士。对不对？打卡上传比较重要，坏不坏掉关我屁事啊！啊，潮 ！Move out！ 啊，反正我时间很多啊，我时间最多了，我可以从早上9点排到下午，只为了厚奶茶，然后打卡上传。啊，我也可以为了赚一点外快啊，低买高卖啊。一瓶一百，为了赚零用钱，我可以从早上排这么晚，我可以忍。你看这全部人都是，哇，超级会抢的，啊，抢不赢算了。啊，我有手被砍掉哎、欸，呜，啊假，要关了。最后一道防线。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嘛？ Go。 我要在你面前耍帅。在你面前耍帅就可以要到赖了，有没有？哦、按住就直接变出长剑。我家，哎，这个我知道。守卫大门。好，我要把这边全部清掉了。按住！哇，他们都被射到，他们都被那个塔上面的箭矢射到，这样子都着火。我们被射手 carry 了，好，解决了最后一只。哇，脚开开，结束了 ，nice。噔噔噔。这应该是他们的国王的样子吧。我们没有守住中城。我们越被打越退了。那我们就是决一死战吧。Our inner wall is our strongest, and we have double their archer. We cannot match the orcs for their numbers or ferocity. Now our people have held back Sauron's forces before. But some things were lost forever. Yes, of course they were.Go to the Great Hall. Secure the relics. My place is here. Make sure they are taken to Henethanon. 带去汉纳安南，汉纳斯安南。You must understand. We must protect what is most precious at all costs. 珍贵的遗产。Yes. That is an order. 所以说他是要被命令去把这个东西带走。But I'll be back on the wall before their next assault. 下次进攻前赶回来，假如是隔壁而已，是不是？隔壁村是不是？一下就送回来了。嗨，你好。我是精灵游侠。请问你有什么任务可以给我 ？If you've come to fight for Minas Ethil, Ranger, report to Captain Baron. 巴拉诺报道。But for the Palantir and its safekeeping. Protect the city, and the Palantir will be safe. However, our raiding parties are targeting enemy captains in the lower city. You wish to spread terror, Norix. 你要动摇他们的军心。It's about time we tasted fear. 好。The men are assembled, General. 我们要去把他们的队长砍爆，让他们士气大降。来吧。哦，任务完成哦，死狗瘾呢，然后获得100块，啊，终于可以解锁一些新技能了。当啊，应该会啊，他强制叫我先解锁这个啊，好吧？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一招啊，跑步跑比较快。We need to secure the Palantir now.
The city is weak, and it will not hold for much longer. But we cannot leave the Gondorians to their fate. Castamir is right. By protecting the city, we protect the Palantir. Look. 守住这个城市。高塔有他的标记，索伦之眼。他们的眼睛监视着我们所有的地区。They give him sight, not without the Palantir. 啊，站点的意思啊。我们要去把这些索伦之眼全部都站一站，好不好？这边超多的。来吧。These Hydea are but dark imitations of the Palantir. 邪恶仿制品。Turn Sauron's love against him. These towers can give us sight. We will purify them and make them ours. 来吧，进化它，变成我们的眼睛，变成我们的马眼，哦，不是啊，变成我们的视野。哦，变成我们的就是变成蓝色的视野，有没有？然后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视野去找一些古文物，然后或者是一些记忆之类的，啊，但是这些呢，我不会录下来就对了，我会自己试一下做，啊，你们看不到，抱歉，因为这实在太长了，啊，像这个这边一个，耶，然后还有哪里？这里，这里。哦，上面哦都已经 OK 了，好了。通通都有了，哦，我们现在开启很多任务，有没有？啊，惊叹号任务在这里，洗网之翼，啊，我们跟着我们的任务走。I can show you how to conquer Mordor as long as it keeps Gondor safe. We， 宝藏半兽人，啊，把它干掉的话会有宝藏，是不是？好，有呢，呵呵，给我50块而已。好，我们可以抓一下内奸，得知一下最新情报。给我过来哦！哎、欸，我靠，在这边，居然在这时候遇到队长，我还没有他的情报说。哇，我不知道他的弱点是什么、欸，算了，硬上好了，反正他都来了。有没有什么油桶之类的？欸、上面，硬上，我以为啊，居然在这里遇到队长，我靠，居然来了新敌人狂兽，啊，狂兽蛮难打的说。我的天！别！我家！有，至少解决掉了乌沙克战士，他叫乌沙克，然后获得了一个弓，一把弓。好，我们稍微装一下好了。目前就是新装备都全部都堪用就对了啦。好了，这不是我们今日的重点。赶快去解那个主线任务。Go go go！ 在哪里？在这里。从那边跳下去啊！这样跳太慢了吧？来来来来来 ，Jump！ 这样最快了。好，就这个。发现这个凯勒布里蓬的古老仓库，这边有他与索伦战斗的记忆，哦，我们就重温他的记忆就对了。好，前往他们的古墓啊、哦，古墓那、啊、就是他的葬身之地啊，前往他的葬身之地就对了。Anywhere in Mordor is safe from Sauron, it is barrows like these, reminders that even the Dark Lord's reach extends only so far.哦，这个地方呢，索伦他们的势力没有办法到达这里，因为这只有这个古墓的这个自己古墓的本人呢，才有办法来到这个地方。哦，有没有？他们没有办法过来啊，我们这边算安全的吧？呀、yeah. ！In bygone age, my army marched on Mordor.
buried our honored dead in barrows like this one. Our greatest warriors are preserved here, protected by powerful magic. And we use all our arts to bring the virtues of the elves with us as we march. And you had the One Ring. 当时你还有至尊魔戒。With it, I forged an army. 当时他有魔戒嘛？至尊的。哦，当时的这个光明领主，帅哦。啊！好，直接切到这边来了。已解除解锁技能，精灵狂怒，按下五。好的，啊，这是我的兽人大军诶，屌！杀死敌人获得怒气，没那么容易吧？可以赶快砍。我要在这个一分钟内赶快获得这个精灵能量，才算是同步解锁，不然的话其余都是失败的。快点收集满啊！还不够啊！哇，倒数50秒了，有没有这么难收集啊？快点，快点，快！哎，30几秒了啦！有了，有了，有，至少打到10只，是不是？哦，有了，有了，成功了，成功了！哎呀，差一点点没成功，帅！全躺，这就是我们至尊魔戒的力量。哇，精灵狂怒就这样，速度超快的。哦，这个就是索伦啦，这位就是索伦，闪现。魔戒力量真的好强哦，力量加倍。哎，他把我戒指吸过去了，哇，用念动力把戒指吸过去了，哇哩嘞，瞬间落掉，哇，还可以这样子吸哦。哦，那我们现在要打造了新至尊魔戒。这是我们现在带的嘛，可是被斯罗拿走了。啊，原来他那么蠢哦，他的魔戒是这样被他抢走的哦。也太好笑了吧。一个 C, 吸到我手指上头了。然后就这样被抢走了。也太好笑了吧。真知金石。啊，米纳斯伊希尔被包围了，就是这个城堡被包围了。啊，现在呢，城市落陷前呢，在这个陷落之前找到这个帕兰特啊。啊，我们要保护帕兰特不能受伤。来来来，帕兰特到底在哪里？绝对难不倒你，是吧？哦，黑人哥出现了。哦，这就是真知什么石的哈，在这里哎。We'll not sacrifice our past to fear. Hold it. 现在他们带着这个宝藏，要赶快逃走。可是这个女的呢，她很不想要直接这样子离开这个城，这座城堡这样子。Talia.呀，刚多感谢你。Well, the Uruks seek the Palantir, and they will not stop until it is theirs. Where is it? My father has hidden it. 父亲藏起来了。Safe, hidden or otherwise, the Uruks will tear this city apart to find it. These are desperate times, but we will not surrender, and we will not fall. We cannot. 他为什么带那么多东西啊？不是只要保护一样东西而已吗？还说这里周遭全部都是他们的宝藏。哇哇哇 ！My dad, John.
哇，陨石度，陨石袭击，遭受到炮击了。冲啊 ！Go go go！ 防御大门，非常好。哎呦喂啊！黑人哥没有被炸到，真可惜。他一直叫我找到帕兰特，这是唯一的办法。可是我们现在却在守城门，为了刚夺。It's coming！ 爆炸！爆爆爆！呜呼！叉叉乐，哎，快速投掷！喂！哎呀，被烤了！被烤了，打爆你！你们永远没办法夺到这座城堡！隐匿击杀！啊，打爆了 ！Let's go！ 伊追尔，抱歉，我不叫鲁莽一点。快点啊！叫我跟着你又停下来，然后跑超快的，跑来蛮快的说。噔噔，快点！嘿嘿，我在干嘛 ？Hello， 我的动作美吗？哎呦喂啊，才没炸到，到底在哪里啦？你不要不懂装懂哦，然后就这不知道乱带一通。哦，到了，哦，是工程破坏兽。哦，这不是这边我还记得要怎么打。工程兽。好，交给我了。不用你教，这个我已经知道怎么过了。让我耍帅一下。喂，啊加加，慢加加，哎，没中没中，哎呀呀呀呀，嘿嘿嘿。抱歉，落差了。哎呀，想说可以帅一波说，真的是献丑啦。好，这个是给我了，谢谢。来吧，宝贝。他们来了。呜呼！这边也是。呜呼！哦，又一头工程破坏兽进来了，来打爆他！嘣，两发一只，哎、欸，没炸到，哎、欸，再一次，什么？有，非常好，我们炸一下这下面这个，全部都冲进来了 ，yes， 又一只，哦，按左键消灭他、哦。哦，对，我都忘记这边要消灭掉了。拜拜。啊，无用武之地了，哦，就直接把它给毁了。我们到了下一个，哦，我终于学到二段跳了，太好了。二段跳在这个游戏里面超棒的，超好用的。没二段跳有点不习惯了。嘟嘟嘟嘟嘟嘟嘟 ，Go Go Go！ 就是这样跳，有没有？华尔兹。然后还要在限时之内达到第二只哦，这么麻烦啊！还剩二十秒，应该来得及。Plantia， 完了，来不及了啦！哎，我剩下十秒了，有了，五秒，有了 ，yes， 时间内到达一个。不要动，两个 ，yes， 还以为来不及嘞。这一整坨交给我了。喂，帕兰迪亚，吃我的陨石树啦，拜。解决了，还有吗？
附近是没看到啦。啊，这边稍微炸一下，哇，这边超多的，来啦！哦，爽 ！Why you fools？ 这里，哦，要消灭80个部队啊、哦，我们还差5个，哎，差2个，哎，居然差1个，这怎么回事？啊，结束了，杀死破坏兽。再见了。肯定还会有新一波进攻。最好回到上城区。啊，我们打完了，耶！结束了。然后这里是怎样？啊，他们守在这个地方。这什么东西？这是他们俗称的宝物吗？啊、你们的历史也要被抹去啊，古文物什么都要被毁掉是吧？真知金石。These relics were my life. My father was right. We must salvage what we can and leave. You have a valuable weapon. 你有一件巨大威力的武器。Stone gives you sight over your enemy.哦，这个石头可以让你看见敌人的动向啊！The Palantir is poison to men. None can withstand its influence. 哦 ，I can. 我可以。结果他死了。If I'm wrong, 那么我就会像他们一样失败。没关系，我是主角光环。If I'm right, 给我绝对不会有错的。We win this war.快点给我吧，别拖台前了，我是主角哎、欸，什么这样都不会死的、啊，不用跟你爸谈的啦，跟你爸讲说林北是这游戏的主角啦，他就直接交出来了啦。She will hold you to your oath, Ranger. 啊，所以说如果等一下获得这个能量，会不会变更强，变超强的有没有？呀，升级了。暗藏杀机哦，现在已经呢超出了帕兰特的距离啊，但也许斯罗的视线能够指引你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啊要干嘛忘记了，我们要找斯罗啦，哦、啊、对，我们要找斯罗，抱歉我忘记了，呵呵，哎呦呀，兽人哥，哎、欸、这应该不是兽人，这应该是死人妖吧。咕噜出现了！哎呦呀！哎呦呀！哎呦呀！怎么突然卡了一下？新敌人奥罗格战争食人妖，好来吧！呜呼呼！呜呼！哎呦呀！嘿嘿，骑乘。啊，这边我也玩过了，所以我知道大概怎么过。快速把它通关，啊！插死你，插死你！哇，插这么多刀，这个背应该都烂掉了吧？哎、欸，我不能离开任务啊！不要打到离开任务啊！我这，哈，我滴，我这还不死，处决你！哎呦，就登起啊！拜拜！哇，血居然是黑色的、欸，好像石油。解决了。呀、yeah ！那咕噜，光明主人，你为什么要救我？他在跟游侠讲话。他是那蜘蛛的手下。会杀掉黑暗魔君。And the spider pulls the strings. We share a common enemy in Sauron. 共同的敌人，没有错。
所以他是斯罗的手下。原来在三部曲还没有开始之前，咕噜是斯罗的手下哦，也太有趣了吧！三部曲《魔戒》三部曲还没开始之前，居然是这样子啊！呀，痛恨他们啊！他恨半兽人。好，你吵死了！你想用石头砸我们那样吗？But we didn't. We could never hurt the Brown Lord. We make up for it now. Yes. That is yet to be seen. 这要看你的表现了。表现不好，拿去做肉汤。好，我们到了。哎呦！斯罗妹子，阿斯。I know why you are here. Return what you have stolen. Silence, Ringmaker. 造戒指的家伙，嘿嘿嘿。Stolen. You begged me to have it. And what of you, Talion? I am here for Minas Ethel. 请你来帮助我吧。对，我想拯救那座城市。给我力量吧。There must be a way. There is truth in your vision. Grant me another. To what end? For knowledge. 为了知识。To dominate. 为了过去。Oh, you don't have to tell me. Here is your truth.哦，他要给我看真相了，这是预言。You go to kill. You want to get noticed. Kill a pigskin. The bigger the target, the higher you rise. 得到奖赏越丰盛。哦，他看到了那边的人被杀了。伊追尔好像会被杀掉。Many will pass before Sauron is defeated. 需要许多人的性命。Knowledge can guide our hand. If we kill this assassin, perhaps this future will not come to pass. She can be saved. She will live or die with honor, and it will not shift the tide of war. It is Castamir who must be protected. If he falls victim to this assassin, we will lose the Palantir. Who you found them, precious? For the Bright Lord.又想干嘛啦？西里斯昂格。斯罗又给他们预言，告诉他们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要从中去阻止这个未来发生，这个悲剧的未来。我们要去阻止这些刺客去杀掉他们。真的是魔窟剑。酋长的保镖。当然啦，把他们解决掉啊！哎呦，他们在干嘛？互相残杀啊！哎，为什么他们互相残杀啊？哦呦，四只强兽人。击败他们啊！射这个，有了。嘿嘿嘿嘿嘿。他也可以看到斯罗的那个视线，预知未来就对了。斯罗怎么会有这个能力啊？那这样他不就天下无敌了？他可以知道他未来是如何，然后再去改变啊。对啊，斯罗是一个预言家呢。嗨，你好。抱歉，你突然跳下来，我必须把你杀了。
哦，死去的强兽人，我们看一下。只有魔窟剑才能造成这样的伤害。好的。我根本看不出来魔窟剑给他造成的伤害是怎么样啊！我只知道香菇浓汤，我不知道蘑菇剑是怎样啊！蘑菇汤是不是？又被蘑菇打死。嘿嘿，蘑菇汤，蘑菇剑。好，抱歉，很冷，我知道，我的错，可以不要理会我，没关系。你们可以对我翻白眼没有关系，我欣然接受。哪里这么多死去的强兽人呐、啊？上面吧。Oh, why'd you do that? Hello.Maybe she likes some flesh. I don't know. Rush out, Joe. 不要射我。Hello. 暗杀。哎，我帮你们解决掉。Watch out! Watch out! Watch out! 射必射，射必射。滚。Bye.啊，这边有个死去的强兽人，感觉他们兽人都在互相残杀，是这个吗？不是吧？哦，干嘛啦？走开的，莫名其妙。哎，到这里就止步了，哎，哎，不在这里啊？那到底在哪里啊？哇，居然在这个地方！哎，你好，路过。我靠，这么远啊！好吧，怎么这么远啊？还要往上爬是怎样？抓到了，虐杀你！啊，他们都吓到逃跑了，是吧？只有一个没吓到逃跑，直接处决你，再见。又是蘑菇剑伤害他。啊，那达俊刚有那个蘑菇的形状。啊，居然这边有一个点，加减吸收一下好了。好，这个没什么。好啦，这个我知道了。走吧。Closer and closer, and we will take you to where the next one is. Stupid orcs has never seen Golem. 从来都看不见咕噜。And we hear so many things. We hear so many things. 快点！是有人追来了？哦，没有，看错了。抱歉。Wait, orcs are coming. Hide. 哦，快躲起来！哦。哦，击败巡逻队。好哦，我们来暗杀一下他。我驾！哇，怎么飞那么远？哎呦喂呀、啊！来来来来来，继续玩！呼呼！哇，挂了，被我玩死了！哎、欸，干什么东西？拜！恶心的半兽人，永远是那么的吵闹和卑劣。你也很吵啊！
终于找到刺客了，还没啊、哦、Stay here. I can find him on my own. 我靠，也太远了吧！ Wait, I smell something. Hello. A false trail. He's a smart one. 假的线索，我又被骗了，是不是？原来不是那个，是这一个、啊，在这边又有两条，选哪一选一条，选这条了。找到了，哦，还没死的，还没死的刺客，还没有死的半兽人。哦，他们说的这个刺客就是这一位啦，普拉克。好，我们就可以去看他的弱点。原来他怕苍蝇啊！好，准备要刺杀他。他就在前面，这边。笨拙，不需削弱就可以抓。哎、欸，太好了！利用刺客的一种恐惧技能，那很简单啦、啊，就用那个苍蝇就好啦。他害怕什么？他惧怕苍蝇，他没有其他惧怕的、欸，他只有苍蝇惧怕而已、欸。害怕技能没了，哇，这么少、喔，只能用苍蝇弄他了。嘿嘿，嘿嘿。我还没有见识了，偏偏这个时候而且还射歪，尴尬了，哪边还有见识啊？怎么办？哦，看到了，在前面，偷偷拿一下。The warkeep is useless. I was the Dark Lord himself thanks me for killing the glob and taking his. 哎，我什么都不知道，路过的。再一次啊。来来来，通通都送你。嘿嘿嘿，怕怕的，他们怕。处决。好可怜哦。哎、欸，我也会中毒哦。欸、我是，哎呦呀。我不会失望的，因为你准备狙了你。啊，他对剑石免疫哦，好吧，那就把你砍死。Yeah， 击杀。嫩。哎呦，我还被射到是怎样？靠背。哎呦。没有用的攻击。How much of your soul was lost in that ring? The Dark Mistress. 光明领主一直想要那颗戒指，然后我们的男主角呢，一直想要保护这座城市，两人的意见超不同的，很明显的分歧呀、啊，到后面一定会打起来，不用讲了。这种剧情从。之前到现在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分歧了。